中青三行的由来是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中，然后我老婆名字有个青，所以其实当初我们两个人创这个品牌，就是想要做我们自己想要吃的东西。以不是排骨专卖店来讲的话，觉得我的排骨是很拿得出手，算蛮厉害的。炸排骨有一个重点在于说，你在炸的时候一定要炸到它比较干、比较脆，它才不会渗油。我的排骨比一般的排骨可能大片、比较厚，所以基本上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炸，而且我是用温体猪，所以基本上不会炸到很干、很柴，放凉了吃也不会一滩油在下面。然后腌料上面我觉得我还蛮用心的，我的腌料算是还不错。对，米血我也认为是一定要点，我们先卤过米血，第一道工先卤，卤完之后客人点餐之后我们去炸，炸完之后再卤一道，所以等于要卤两次炸一次，就像在家里吃饭啊。那妈妈煮的饭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太油嘛，也不会太咸，然后再加上我本身我们家吃饭比较偏粤菜口味，所以其实我在调味上面我是比较从粤菜的料理逻辑去做出发点去调制虾仁饭的酱料，所以我是觉得不要用过重的调味去盖掉虾子的味道。我们想营造说，不管你是跟朋友吃饭还是真的就是一家人来吃饭，那你可以不用去担心荷包大失血，那也就是几个小菜点一点，然后三五样五六样，然后反正大家可以吃得很开心。